家好，我是小野。啊，我们今天店内正好在安装一部 CRV 五代的多塞刹车系统。啊，会特别为各位介绍这部多塞刹车系统，主要就是因为说，现今有许多的车款，例如像马自达 CX9 或者是马自达6，他们的后刹车都是配置新型的电子手刹车机构。那我们 Race Sprint 经过长时间的研发以及测试后，那现在我就来为大家介绍我们新款多塞专用型电子手刹车机构，来让大家了解一下。各位可以看到我们 Race Sprint 的专用型电子手刹车机构，那整体的设计就是为一体式的设计，那有别于以往电子手刹在升级时必须保留原厂卡钳，同时负载两颗卡钳的重量，彻底解决客户们在电子手刹升级时的困扰。那以上解说让大家了解一下，有任何疑问的地方，欢迎与我们的服务人员联系，或者直接找我也可以。谢谢大家。